医疗与保健，刚好讲一半，我们就把它读完，好吧？温热性药食则与寒凉性药食不同，它是通过其药性从因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虽不求治病之功，却可收因变果转之效，以达到延缓衰老、自愈疾病及增长寿命的保健目的。所以它不仅适用于所有体质，还可长期服用。虽然如此，温热性药食难道不能像寒凉性西药可通过其成分来解除症状？这问题可举例说明，比如用红豆袋加热外敷可改善各种症状，如果是其成分有效，为何吃红豆却不见效？外敷时又何须先加热？再如经晒干炒过的干姜片与鲜姜片的成分相同，为何疗效却不相同？冷服姜汤其成分不变，为何疗效不彰？故加热过的红豆袋跟姜一样，只是一种热源，也正是这种热源才能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以达到自愈疾病的目的。综上所述，可见温热性药食能使症状痊愈的是其药性而非其成分。好，你们看得懂我就不解释了。好，此理既明，则用药疗疾或饮食养生，若要从因下手，以求改善热能不足，达到延缓衰老、自愈疾病及增长寿命的保健功效，只需善用药食之药性，从保养热能着手，而不必在意其成分，选方配伍即可大为简化。反之，若从果着手，为求改变组织器官运作，达到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的医疗功效，就要强调成分，以对治不断变化的病情。所以选方配伍或药物研发就变得极为复杂。按此中所谓用温热性药时不必在意成分，是指不必追求所谓个别的有效成分，而不是否定药性与成分的关系。药性虽不即是成分，但也离不开成分，它是所有成分整体和合的作用。所以若从药食中抽提单一的有效成分，即失其整体的作用。就像树叶的光合作用要靠叶绿素，但单独抽离出来的叶绿素就失去这个功能了。人体的热能主要来自于食物，而食物药性有温热与寒凉的不同，两者皆可经由人体消化吸收后转化成热能，但药性之寒热对人体是有影响的。如果将食物比喻为燃料，则温热药性犹如助燃剂，可减少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寒凉药性犹如阻燃剂，会增加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令虚弱者不堪承受，故欲趋利避害，需善辨药食之寒热药性。其辨别规律，经多年观察重病患者饮食用药反应，总结如下：以胃辨，甜酸属寒，甘咸淡属凉，辛属温，辣属热，苦则不定，但多属寒凉。以类分，水海产属凉，茶水果属寒或凉，油酒类因酒精性寒皆属寒。由于寒凉性药食皆需仰赖身体的热能去推动组织器官运作，才能被吸收转化后发挥其效用。对轻重症体力上佳者，适量服用固然无妨，
但对重病体力已弱者，却会使热能更加不足，是不适宜的。故寒凉性药食是否可用，当是自身体力之强弱及病情之轻重而定。若服食后感觉不适或体力变差，说明热能已经不足，食之有害，应当减停，改以增强饮食之温热性及加强运动来补救。好，这一段蛮长的啊，这一段重点哈、提示一下，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对轻重症体力上佳者，可不可以吃一点点这些含量？重症可以吗？重症不可以的举手，我看一下。那认为可以的举手，我看一下。好，那这么多说不可以，重症也不可以啊，那不就是打我的脸了吗？我明明写轻重症体力上佳者，有没有？啊，吃一点点，有没有关系？啊，我这样讲，你们又说不可以，你们是老是怎么回事？昨天有真的有睡好吗？赶快醒来啊！每一句话都很重要，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如果到重症的时候，要不要喝姜汤？因为体力还不错啊，所以为什么要喝姜汤改善体质？了解吧？同样，他现在体力很好，对不对？虽然有重症在身，他吃一点点有没有关系？可以的啦，了解吧？到了重病可不可以吃？水果可不可以吃？通通不行，这是一个重点。所以读书这些跟前后是怎么样一致的 哦，所以如果你这里说不可以吃，那等于前面的重症就要喝姜汤了，对吧？那就标准又模糊掉了。其实这里是很严谨的，你什么人吃什么到什么程度都规定好了啊。好，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其实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几句话，真正影响热人的是药性还是成分，你们一路读下来。所以我们姜是靠姜里面的成分还是药性？有了这一点之后，那我们知道药性对身体的影响那么大，所以我们饮食要不要注意？这个是寒凉，这个是热，要不要？要，就好像善言恶言，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分啊，去恶修善、哦、一般我们修身养性也，那健康的身体也是这样，如果对身体有伤害的，你们心里要清清楚楚，我有没有条件吃？不是说都不能吃，你知道表示你定性很差，你跟 一群乌漆嘛黑的人在一起难免受影响，你定力够跟谁都无所谓，一样一样的道理。好，那怎么来分辨你吃的是寒的或温的还是热的？有没有办法分？最简便的方法是靠什么？靠舌头、哦、去尝那个味道。这里已经分得很清楚，甜酸暑什么、哦、所以日常生活醋是寒的还是热的？为什么？哎，是酸的。那如果重病能不能吃甜的、啊、对，所以有了这个观念，你在吃的时候你自己就要选择了、哦、不要 反正有时候我也会控制不了，但是我体力上佳，又没有重症在身，所以我适当的服。你们就不要见看到哎，张医师今天怎么吃水果啊？没有那么严谨的啦，了解吧？好，适当的吃是无所谓。好，我没有听到这样。那好，酸甜苦寒，咸甘咸淡，属什么？
这里比以前多了一个蛋，对吧？从厨房就开始有淡淡的味道。什么是蛋？菜大部分都是淡淡的味道。如果它没有加，所以它吃起来还是偏怎么样？偏凉。所以为什么要加姜、辣椒？这些就是这样来的。好，辛属温，辣属热，这个应该没问题。辛就像姜，姜好、哦，这个已经有辛的味道。那辣，辣椒就更好。所以我们到重病，很多时候姜跟辣椒可不可以混合着用？可以。后面重病会讲到，苦则不定，但多数寒凉。也就是日常生活的苦味几乎都是凉的了。除了中药有几味比较偏温的，比如人参啊、当归啊，还有吴茱萸啊、附子啊，这些煮起来有苦苦味道，但有些都是温的，像人参、当归是温的，那附子、吴茱萸是什么？热的嘞。除此之外，我好像也找不到，是温热，大部分苦味都是怎么样？很寒的哦。比如苦瓜，有没有？还有昨天大黄在一直在谈，大黄中药大黄哈、哦，苦龙胆草这些只要苦的，黄连有没有？还有莲子心，啊、哦，这些很苦的，你只要一挑出来都是凉。那苦瓜呢？就是寒凉的。咖啡呢？绝对是凉，但是它热热的喝比较无所谓。如果又寒凉的喝，那就更凉。好，那这个应该不难理解。那乙类分，除了用味道来分，还有就是看它的形态。比如水，水其实我认为接近平了。为什么？你热开水喝是没啥问题。你从冰箱拿出来会不会有问题？那就寒了，会消耗热能了。所以水看你怎么放啊。那海产，大部分都偏什么凉的。茶、水果皆属寒，皆属寒或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水果是热的？绝对没有。你不要想，你有些人说龙眼干啊、榴莲，那味道一尝就知道了，都是甜的，怎么可能是温热的？好，油我把它归为寒哦，任何的油都很寒。你不要说你家用的是橄榄油，非常好，都还是一样寒。椰子油寒吧，还是寒的。麻油呢，人家吃东西都要补一下身体，麻油是寒的还是温的？还是寒，只要油就是寒。所以重病哦，我是建议。只要重病，绝对不能很多油，一定要少油，甚至尽可能到无油的阶段，因为它负担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油绝对不是好东西。我看里面的调味料里面就是油，我最有忌讳啊，因为所以我把它归为寒的。这个在重病的时候，饮食细节上就要稍微注意。那酒就更不用讲。酒有没有热的？烈酒比较寒还是水果酒比较寒？为什么？因为酒精的关系，烈酒含的酒精浓度比较高，所以它更寒。酒之所以寒，是含在酒精。所以养生绝对不能喝酒。所以以前那个不要酒的概念要不要改变？绝对要改变，因为酒本来就不是好东西，啊，这样理解了、哦、所以这里重点就在这几个，也就是你日常到底吃的是寒的还是温的还是凉的，你自己嘴巴一尝，还要看这个是什么啊，水海产类或是什么，大概吃就知道你今天吃了多少寒多少热，好，那这里。应该整个的叙述都不难，只是提示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综上所述，身患重病、体力已弱者，必须少食甜、酸、酒。
冰品、海鲜、生冷蔬果、水果酵素、人造维生素及寒凉性碱性食物，如柠檬、凤梨、西瓜、香蕉、葡萄、龙眼、猕猴桃、椰子油、茶、海藻等，并少依赖药物，避免接种疫苗。日常饮食以少糖、少油、少盐、少醋、少加工品，少转基因食物，多温热性药食。温热性药食既然如此重要，为何不能说有治病功效？举姜为例，当发烧咽痛、咳嗽痰多，服温热姜汤而痊愈，一般人就会认为姜具有退烧消炎、止咳化痰的功效。当痛经、腹泻、便秘，用姜粉或姜汤灌肠而痊愈，则又认为姜具有活血止痛、止泻通便的功效。如此延伸，好像姜具有各种治病功效，但这并非事实。就如同汽车没油，一切功能失效，加油后又恢复正常运作。此时能说汽油具有导航、音响、空调的功能吗？如果有，只需买桶汽油，不就可以知方位、听音乐、吹冷气了吗？显然，汽油不具任何特定的功能，它只是一种能源，提供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是汽车各种设备在此能量驱动下恢复正常运转，才展现出种种功能。同理，姜也不具任何治病功效，它只是一种热源，可被身体吸收转化为热能，是身体组织器官在此热能推动下恢复正常运作，才达到治病功效。但如果忽略此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当病好了，就会误认为温热性药食具有治病功效，对治病功效的迷思即由此而起。换言之，虽然内治法的药食可通过成分、药性以解除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之症状，但不能因此就说药食有治病功效。因为就医疗与保健而言，药食只是一种源，最终都必须透过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的因，才能解除疾病症状的果。倘若不谈身体的运作，而宣称药食可以清热、利水、安神等，或产生抗体、抗凝血等，或补甲状腺素、荷尔蒙等，或治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肿瘤等，这就像汽油的源不经汽车空调系统运作的因，就可产生冷气的果一样，明显犯了弃因谈缘而说缘治果的过失。看得懂吗？看懂举手。好，开考试。第一条，姜有没有治病的功效？有。哦，不错。那有人跟你讲中药里面有利水清热的作用，药有没有这种功效？没有。也没有。那有人说，哎呀，你那个甲状腺都割了，一定要补充这些甲状腺素啊、哦。那有没有一种药能够补甲状腺素？没有。没有，你们确定？没有。认为有的举手，有这种药。真的、啊？有。吃了就马上能补这个，哦，有这种药啊，但是实际上有这种功效吗？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被这种，如果说它有，那就是犯了怎么样弃因谈饮了，就好像油就具有怎么样空调、导航、音响的功能了，它只是一个提供热能而已，了解吗？让它组织器官运作来达到，如果没有这个身体，
它没有什么作用的了。所以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身体。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身体？无非从一开始我们就说，真正能解决疾病的是谁呀？是自己呀。所以原始点用尽各种办法，就是要让你知道，真正能解决的就是你。你会生病也是你搞的，啊，要把它这个病解决也是要靠你，因为身体恢复了，它就可以修复。那你之所以会生病，就是你生活太多错误的习惯，把身体的体质搞坏了。所以最后的决胜负是身体本来就有什么自愈力、修复力，有没有？只要体力有了，这些都有了，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西医他们强调的是哦这些医疗的功效，但原始点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热人的改善、阴的改善，还有体香组织器官恢复，那就可以达到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这些都只是帮助你身体恢复正常运作而已。所以真正作用的是阴哦，阴如果没有运转，这些炎是不能发挥效果。所以一定要有阴有炎，果才会改变。不能只有说啊，炎就能够改变果。果之所以能改变，一定是因缘具足。了解我的意思啊？这一段强调的是这样。好，那你们各位应该脑袋还蛮清楚，都答得出来。那我们就继续下一段。三，外治法。除外热源之温敷作用，即按推患处，帮助吸收热源。是为了改善热能不足，达到延缓衰老、自愈疾病及增长寿命、固属保健外，所有外治法皆是为了处理体伤，以影响组织器官运作，达到快速解除疾病症状，固属医疗。并从处理体伤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从果解除异常形态及疾病症状与从因解除病症两大类。从果解除异常形态及疾病症状是直接处理患处，以及从症状或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等部位下手。但如此处理不仅对身体破坏性大，还可能犯了老病不分的过失，即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不能从患处下手的禁忌，故从果处理非治病善法。从因解除病症是直接处理他处，其关键需避开患处，找到压痛点，尤其是距离患处最近的各个压痛点，按推此压痛点就可轻易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故从因处理是解症捷径。正因为从果或从因处理都会消耗热能，所以外治法的医疗必须配合保健之源才行。外治法大部分都是医疗还是保健多？医疗多，但有没有保健？有。所以简单讲，外治法既有医疗又有保健，中医也是一样，一针二灸都是外治法，对吧？那这个既有医疗，针就是针治穴位，达到怎么样？达到医疗的功效。那灸达到保健的功效，所以它都具有外治法。所以哦，你看哦，我们到他处体伤的时候，真正应用的是外治法还是内治法？绝对是外治法，他处体伤，你看，找到痛点，对不对？然后按推，再来是要温敷，对不对？温敷也是怎么样？外治法，要不要喝姜汤？要不要？不要。所以你看，只要主体伤位置的，就是外治法都解决了。到了重病，才考虑什么？内治法。所以你这样再来看中医，会不会很清晰？他们的一针二灸三用药，你这样再看会不会很清晰？
非常清晰。原来一针二灸就只能解决什么呀？症，轻症到重症而已。但到了重病的时候，就要怎么样？用温补药来调补。好，那这一段讲的，你外治法的医疗会消耗热，不管是从阴或从补，所以要不要保健？要。所以你看我们按推丸为什么要温敷，就是要配合保健。这里讲的都是这个意思。那西医的医疗那更不用讲，它破坏性更大，甚至有时候外热源还不够，还要赶快补充内热源。这里应该看得懂，我们继续看下面。虽然外治法可通过医疗保健之源以解除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之症状，但不能因此就说外治法有治病功效。比如感冒，用暖贴或棉被温敷把病治好，能说他们驱风寒杀病毒吗？如果能把他们放在屋内，不就满屋温暖清新无毒了吗？又如头风痛，用木棒或手肘按推把病治好，能说他们可以驱风止痛吗？如果能，家具多木质且手肘在身，为何还得头风痛？再说按推拍打如果有效，那么眼睛痛若按推臀部，会不会如隔靴搔痒？还是直接拍打眼睛，会不会打成熊猫眼？故手术、针刺、按推、拍打、温敷等外治法，就如同药食等内治法一样，只是一种源。但如果说源有治病功效，那么也犯了气阴谈源而说源治果的过失。看得懂吗？其实它跟内治法的说法是一致的。我这个指头有没有治病的功效？没有啊，不要误以为我有。如果有，我按桌子你看头痛对不对？真正改善的要一定要阴的运作。好，那这个因为大家也看得懂，也不说，这里特别强调，其实到最后还是要用因缘果来谈清楚。你不能只有说炎就能治病，一定要有炎，还要有什么改善因果才会改变，不断的强调，这样才合乎逻辑啦。你强调一种都不能，你没有炎，因不改变，因也不会生活。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因缘具足才会改变的。所以说有一种药可以治一种病，通通不能成立啊。所以当我们医疗告诉我们你们不能说治病，我们同意啊，但是你自己就可以说你能治病吗？反过来说他们能吗？你们读到这里可不可以？你不能这样看，一定要有生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吃了有效，有些人吃了就没效？因为还要考虑身体的变化。好，这样讲都没有问题了哈。这讲到就是如果彻底的把它分析，道理就在这里，一定从因缘果讲。那这样没有一个药是可以治病的，一定还要考虑到怎么样身体。所以你强调药或是什么功效，通通有问题，都有以偏概全的味道。听懂？听懂举手我看一下。好，那最后一段就是把这里做总结，我们再看一下。总之，源不论分属内治法或外治法，医疗或保健，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换言之，若要解决疾病症状，终需内求于身体的正常运作，即按推、热源及其他保健等诸源，皆需通过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以激发提振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自愈力，如此才能改善疾病之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症状的果。由此可知，因要影响果，必须借助缘，同理缘要影响果，也必不离因，单一的缘并无治病功效。总结，不论内治法或外治法，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对热能较弱、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不仅疗效难以持续，还可能危及生命。既然如此，为了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以达到预防疾病、延缓衰老、增长寿命及自我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医疗应将保健纳入其中。反之，为了能够直接刺激压痛点，改善组织器官运作，以达到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保健也应将医疗纳入其中。故治疗必须医疗与保健并用，内治与外治互补，不可割裂或偏废，如此才能使医疗保健之源充分发挥，以加速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从而达到守卫健康、延长寿命的目的。好，这里这一段总结已经把医疗与保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说清楚。事实上，单一的医疗也不能解决很多问题。同样，保健它没有按推原始痛点，会不会有缺失？会不会？也会，有些病还是治不好。所以两者应该怎么样？互相配合，两者是彼此之间算是可以互补的。那我们也说，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昨天开始那个示意图啊，医学示意图里面治疗有分医疗与保健，有没有？那中医跟原始点都有医疗与保健，就是这个针对中医与中医与原始点来讲，他们两者要不要互相配合？一定要。所以一针二灸三用药是互相配合。你按推原始痛点还是要外热源，对吧？你内外热源来处理重病，你要不要按推患处？要不要安全换也要啊。所以他然后有如果安推换处还有其他症状，他处理相的症状，要不要再安推延迟痛点？也要。所以这个是不能切割的，病疾病不可能是单纯的，有时候他处理相的病换处理相的病他都有可能同时发生，了解吧？所以一定要善用。那西医就是我说的他没有保健，谈不上这一段，他是谈不上，因为他怎么配合？他也没有热能的概念，所以他只好找中医把它纳入。那我们肿瘤化疗手术后，如果你冷冷清去我们中医部补一补，那就只能靠中医怎么样？这个就是靠保健。好，那这一段还有下一段也是总结的，我们继续看下来。事实上，很多疾病是由错误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将正确的保健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中，教导民众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等，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注重保暖、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此外，还要懂得按推原始痛点，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如此才能做到无病可预防疾病，延缓衰老，增长寿命；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毫无疑义，这种善用医疗保健之源的生活化医学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好，也就是医疗与保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什么？生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读到这里来，你看我们从这个医疗与保健一路谈到这里结束，你们有没有想想看，原始点，你们读原始点应该很久了吧，这里我相信很多人，我们从一开始，我太太年纪的时候，我说我太太得癌症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发一个愿，我要解决什么癌症，对不对？全天下的癌症我都想解决。那到最后用了原始点，发现哎，它不只能解决癌症，它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治疗。那时候我就发现原始点不能再说我要解决癌症，所以我就再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解决所有天下人的病苦，有没有？为后人留下一条活路。然后最近这几年，尤其这一两年，从去年开始，不，应该全年的哦，2018年开始，我就发现患处体相解决了之后，哇，他能解决的，连衰老都能解决。你看我这个也解决了，鱼尾纹也不见了，哇，这个可猛了、啊，那脸色比以前还要光亮，很多人见到我说。哎，4年前你来这里的时候，好像脸色还没有现在好哎，是吧？啊，所以从这里哦，其实我心态也正在转变，然后最后发现，它确实可以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不是解决病苦，那病只是生老病死的中的怎么样，其中一环呐、啊，它老也可以治哎，也可以延缓衰老。那这样处理得当，也可以增长寿命哎。那不是生老病死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而且我们昨天放了那么多动物给你们看，你们如果还无动于衷，以为我只想解决人类的问题，那就又太小看我了。所以到今年我在写书的时候，全然放开，我已经了解人。我也慢慢在成长，才知道原始点是为了解决什么众生，不再说人类了，不是解决人类的病苦了啊，那这个格局还有一点小。所以真正善读原始点的人，一定会越读怎么样，心量越大，不可能越读心量越纠结越那个，除非你发心不纯正，你今天来了，开始就设定了一些目标，啊，那我就不想。那如果真心是要帮助人，你会越怎么样？越了解，心胸越大，然后那个愿力啊，也会不由自主的就开始那个愿力啊，就越来越强烈，有一种使命感，有这种感觉，然后看到什么人？都会带给病人的希望，哎，你什么时候会好？只要照我的报，你们越来就会越有信心，患者也会跟着你们有信心，看到你们就燃起希望。所以我发现原始点带给人的是什么？希望。所以我是不由自主的写出这样，我是做到了才写，我不是开始随便就发一个愿，那这个不能成的。我太太有癌症，我一路研究，我发了这个愿。到了解决疑难杂症的时候，我再发一个愿。到了解决延缓衰老这些都做出来的时候，这一两年，我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是病苦的问题了，是生老病死的问题了。所以我这样写，应该，而且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是从哪里解决？就是从生活啊，你看。这种善用医疗保健资源的生活化医学，它根本不像医学，也没有侵入性，也不用药物，就是从生活中饮食什么运动开始做起，生活就解决了很多这些重大的问题了。所以你要解决生老病死，你不能离开生活而有一法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活下来有了生命就必须面对生老病死，就好好的从生活上活，
医学就藏在生活里面，没有说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医学。好，好，希望你们能善补其中之意。好，那我们医疗与保健就谈到这里。